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叔叔。我们今天来教这首《See You Again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首歌怎么弹。这首歌太多了，所以就不讲废话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就开始弹了，进入主题。好，看一下，首先夹个夹子吧，夹三个，一二三，夹一下，然后记得调个音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开始哦。开始弹的时候，噗，飞起来。好，准备哦。大拇指、食指、拉，我们跟着谱哦，哦，跟着谱弹，准备哦。二，有没有？再抽，前面四个，根音变成 G 了哦。再抽，然后再来。哎呦，噔噔噔噔噔噔，等一下，然后再一个垂音零二，全部连起来，有跟上吗？赶快跟上哦！再抽，然后连续弹三次。好不好？然后就不要弹那么多次，不然可能会讲差不多二十分钟。继续下一个，然后现在进入主歌喽。哒哒哒，零零零三，好，然后再一麦刷下去，刷下去以后打板，再说刷下去，拍下去，然后再来 G 拉起来，这时候的 G 的小拇指在第二条第三格。再说，啊，一个滑音，它有一个飙高音的感觉啊，滑下来有没有？弹好以后，小拇指再滑下来，再说，然后再来零，然后三三零三零三零是什么？大拇指，大拇指跟食指，弹起来以后，你的左手食指压下去，有没有？再抽，再抽，滑下来，然后再来，第二段，二二零，再来是弹慢一点，二，再来，好，记得这边，平常都是用无名指在压这个 C， 对不对？这次不一样了。用成中指，因为你等一下会用这个小拇指弹第四格，懂吗？哦，这边有一个诀窍哦，不然通常都学不起来的。好，再说，再说，零二，然后再来，没有，再说，再说，再说，然后二四，二四就是食指、小拇指垂下去，然后再来，对，然后再来，又一样了，滑下来。三五，三小拇指，然后再滑下来 ，S S， 好啦，二零二零，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了，垂音，然后停掉，停掉就是整个闷住，好再来，这边一样记得用你的中指来按哦，不要用无名指哦，用无名指的话，你的小拇指就没办法点弦了。就是垂音，好，再抽，哎，就这样，好，那我们最后一次，再一次哦，慢一点点，慢一点点，再抽，全部，对，然后再来，主歌，拍，滑下来，一麦。记得哦，记得哦，中指哦，拍下来哦，OK， 我们最后一次再跟一下音乐吧。